最近南投县为了要提高疫苗的注射率，各个乡镇市的卫生所医护人员是相当的辛苦。为此，行政院中办执行长蔡培辉特别亲自前往集集水利等等乡镇的卫生所，送嘴安农特产品来慰劳辛苦的卫生所医护人员，为因来加油以外，也来表达感谢。为了协助民众注意防疫，高雄定期卫生所医护人员逐天拢相当无闲，身兼接待、检疫以及负责注射等种种的工作，身心的压力袂少。因此，行政中办执行长蔡培辉特别亲身前来慰问感谢。对我特别准备了一些农产品啊，百香果，希望能够慰劳这些医护人员。那当然，我认为打疫苗现在是全民运动。像我星期一的时候也去打了 AZ， 然后我今天呢就是想说来鼓舞大家，我们要加强打疫苗。那还好，现在都可以网络预约，第二轮也开始公布了，然后非常多的人很踊跃。我相信呢，有疫苗就赶快打，那样子就可以确保我们的健康。那最近施打疫苗的积极老百姓相当的踊跃，那在很多没有登记到的有在我们这边有协助帮登记，那目前其实是稍微有一些不了解，稍微声音大一点点以外，其实没有很多的一些争议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再施打的话，好像诊所也慢慢开放，那大家可以多多利用。在这方面施打的话，所谓的副作用来讲的话，偶有一些头痛发烧的一些病人再回来复诊，那我觉得目前还好。注疫苗预防下已经是全民运动，只是需要主动事先询问甲预约。因此，一日店长陈继兴嘛，借此机会呼吁有需要店民，若是毋知如何预约，会当先来甲公所询问，预约成功，搁再按照时间前往卫生所注射就好。在注打疫苗这段期间，我们看到第一线的我们卫生所所有的志工也好，所有的医护人员也好，都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尤其知道我们年龄比较老化，对相当的一个资讯啊，没有非常的一个明确，所以大家都不厌其烦的哈，来做很详细的一个解释哈。但难免啊，因为人力有限，所以就会影响到施打的一个速度啊。如果没有上1922来预约的话，来到卫生所的现场是没有办法哈让您预约的哈。啊，片面讲吼，您加早一抓哈，哦，无猜定的时间哈，所以讲大家一定要注意啊。咱说来，若要注预防下一病症吼，一定爱组织1922的平台吼来做相关的预约。啊，若是有问题，会使来公所，也是卫生事务所哦来请教哦。啊，尽量吼，你预约到，再来卫生所就好哈。第一热天，穿防护衫，戴防护面罩，甲嘴暗，医护人员一工落来是相当辛苦，搁再加上逐工面临病毒可能的威胁，身心拢需要承担真大压力。因此，行政中办执行长蔡培辉亲身前来表达感谢以外，也为因来加油鼓励。记者金山差不多。